嗯，我得把我这唯一结婚日的衣服给撕破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拉他一下，那衣服就破了。那你姐也不是故意。我希望你公平公正的处理，我也是你亲生的，不要总向着他。哦，如果你处理不了的话，那就等我妈回来处理。我妈回来处理，试试，有可能连你一起处理。不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陪他，听到没有？这个我能处理了，儿子你放心。杀！哦，这就是你处理的结果。啊，多好啊！你占多大便宜啊？比你那件衣服大那么多，你连裤子都省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我花点钱怎么了？啊，那钱是我挣的，知不知道？不要以为我害怕你，知道吧？知道不？我跟你说，我根本不怕你，我是让着你。我跟你说，你别以为我不敢打你。我跟你讲，让他去，你去啊，去啊！是你几斤几两不知道呀？咱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哄过你吗？没有。比你漂亮的女的多了，我心动过吗？没有。比你体贴的人多了，我跟他们暧昧过吗？也没有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吗？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都看不上你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师昨天在群里发消息，你看见没？我看到了。老师说把今天的吃饭家伙都带齐，别丢三落四的。怎么了？老师说的是书、本子、笔。哦，你给我带个碗又是什么意思？书？你给我带个碗就算了。你给我带的这又是什么？孜然粉啊。那这个呢？辣椒面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怎么了？我要去学校烤点烧烤，跟老师喝两杯呗。我以为吃饭呢。那你又给我带瓶白醋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平时不是喜欢吃酸吗？哎呦我的妈，你可愁死我了。今天不是说开家长会吗？怎么学校人怎么这么少啊？今天开的是小型家长会。小型家长会就是全年级就你们班开家长会呗？不是啊，是全年级就你一个人开家长会。爸，你又怎么了？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。哎呦我的妈！